今天呢是可以来上场。当然中英兄弟这边的最大的新闻就是刚才所发出来的哦，这个捕手弗莱西是已经被注销了，那接下来要离开台湾。就是在赛前哦，这个 Payton Sisters 啦啦队，这大家都这个哭成一片了，尤其凯蒂这边。当然，最后呢，给予了一个大大的拥抱。那当然，最后的一个离开了，也让这个阿福哦，这个稍微的给予一些回应了哦。